我那时候终于想说，哇，太好了，我以后要变偶像团体，我以后就会弹起来的那种，然后唱歌很帅，像杰尼斯那样翻转，然后怎么样怎么样那一种，帅呆了。结果就扯啦扯啦扯，谁说我这边很正啊？每个礼拜六、每个礼拜天在西门町在那边就是加强卖 CD， 然后就在那边扯，每个礼拜六、礼拜天呢，然后好多人都大家就扯。那你是有一段时间拔不到马？怎么拔到啊？你来，小姐您贵姓？今天这四位其实都是从偶像出身，我们来看看他们当年的照片。好，这是谁啊？这个是谁？你呀？哦，哪一个？这是谁？那我，这是你。哪？这你？那我妹啊。这是你呀？那个旁边那个男，对，那个男的是我。小鬼以前是小胖子。嗯，我以前很胖。那这个也是小鬼哦？对，那个是我在国小的时候，国小的年突然间长高了，然后就开始拉长了。对对对对对。那这个是你爸？那是李威啊。这个照片拿来是？这是我还没有，这是我后来快出道的时候。啊，你没出道前就认识他？就快出道的时候就认识了豆导嘛，然后豆导谁啊？钮承泽。钮宏啊。哦。钮宏啊。然后就跟他拍照。这个是你们喝了酒了，是不是？哦，那天豆导生日不会喝酒。那天豆导生日，然后所以有喝了一点酒，有喝了一点，因为觉得这两个脸好像，你知道吗？之后就是从偶像成为谐星的时候，内心的那个经历有没有一些难过？那其实我在想，其实当时你做偶像的时候也蛮怪的，是我不是偶像，对啊，你是偶像啊？哪是啊？那是什么奇怪的偶像？你上次来我们节目就是跳这个，哪是什么奇怪的偶像啊？这很厉害啊！你不能这样子想。但年轻人看到你会觉得，哎，你是我们。我那时候要发片之前，我那时候终于想说，哇，太好了，我以后要变偶像团体，我以后就会弹起来的那种，然后唱歌很帅，像杰尼斯那样翻转，然后怎么样怎么样那一种，帅呆了。结果就扯啦扯啦扯。谁说我这边很正啊？每个礼拜六、每个礼拜天在西门町在那边就是加强卖 CD， 然后就在那边扯，每个礼拜六、礼拜天呢，然后好多人都大家就扯。那你是有一段时间拔不到马？怎么拔到啊？你来，小姐您贵姓？而且我觉得那时候我们叫丸子嘛，莫名其妙大家都叫我们三兄弟，丸子三兄弟，我们根本就没有三兄弟这三个字，他们都觉得我们有，因为日本，对。然后我都觉得我听到丸子，或听到关东煮，或是听到扯啦什么之类，我就觉得有人在呛我，就是有点呛屁啊。好，我们现在来看看高哥当年在美国的照片，高哥 ，OK， 高哥，高哥怎么会这样呢？哪是高哥啊？哪是啊？高哥，你是比基尼啊？这不是你，这谁？那是房思雨啊，是你啊？哦这是思雨，要带性感照。对，这个，高哥。那也是，这也是你啊？对啊，旁边那个才是高哥。拿到哪里？哦，那我们先看他的照片。你从小就很喜欢比基尼啊？没有，我妈小时候比基到一种境界，喜欢把我扮成那种小公主什么，然后我每天过生日，而且我的那个相片本怎么翻都是过生日的照片，过生日，连什么也在过。哇塞，高大哥的朋友很怪哦，你怎么跟圣诞老公公是好朋友？没有，他是我朋友的爸爸。高大哥在最旁边啊。哦，是不是有一个？外国老人家叫海明威。哦，对啊，海明威，那是海明威吗？哇，那怎么了？找不怪嘛，怪人家不是人呐。我有说他不是人吗？那什么态度？对不起，那话我是对他讲，没有对你。哦，你小时候在台湾啊？对，小时候是台湾出生。你几岁去的？差不多我九十岁吧。不过我说实话，你这小时候跟你现在是两个人。对啊，现在很帅啊，帅翻了。李威，你很小就是尬头了。什么？尬头？卷卷头，电棒烫啊！拿关刀去勒索。电棒烫啊！拿关刀去勒索。他从家录影带店。你的小时候好可爱哦。因为你有什么话说？这个我要解释啊，这件事情是个意外。为什么？因为小时候其实我还蛮爱笑的，就是我还是算蛮可爱、蛮讨人喜欢的小朋友。然后呢，我妈的朋友就常常争相要带我出去玩。有一天，我妈的一个朋友就带我出去玩之后，回来之后我头发就变成黑，就变成那个黑人头了。带你去烫头发？他带，因为他是一个发型设计师，他就自作主张把我头发烫成雷鬼头。然后呢，一回来我妈就傻眼了。哦，然后就维持了一两年这样。不是听雷鬼音乐都是这种头吗？差不多。
我一直很想这样，然后之后就变帅了。然后你看那个，他还有 BB 扣挂在胸前呢。哎呦，而且 BB 扣是男扮女装。啊啊，那是男扮女装。这是你啊？我有胸部，你看到我这样子。哎，哦，对，真的。可是这是几年前，怎么还有 BB 扣啊？高中的时候。你高中就已经弄成这样了？我高中的时候毕业旅行的晚会，然后我是班长。哦，你扮女的，对，然后全班就推我出来，这个要变装秀。我们现在回头讲一个非常恐怖的事情，什么事呢？房姐，当你第一次拍黎明的 MV 的时候，你就只贴胸贴。对啊，就是只有这样贴一小块。那你当时想的是我是为艺术牺牲的吗？没有想那么多，没有想到说我就是为艺术啊，或者是什么，只是工作，把它当做一个工作，完成它，不会特别觉得说哈，我是这个工作。如果现在还是要你再做一次这种事，你愿意吗 ？OK， 真的假的？真的啊。哎，现在不行，现在不行。相宜，相宜。如果说叫你只贴一个胸贴跟黎明拍 MV， 你愿意吗？愿意啊。那跟如果说今天屈中恒拍愿不愿意？不，只贴胸贴，都没有穿，人家已经讲了不愿意。有这块布啦，一点点。OK 啊，那如果跟小康，你愿意吗？你为什么跟圈文就不愿意 ？OK 啊 ，OK。不是，他哪有说不愿意？因为我们两个是同乡港乡的哦，同一个渔港的，是是是。你这种同来同哎，所以说台湾人不团结，我跟人家差多远了，要分的这样子，港乡的港乡。